没事，你脚不要动，放松就行哈。嗯，你也不用用劲。疼啊！好了，嗯。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个？欠甲。嗯。这是办什么？办你之前很早之前剪指甲剪坏了。要没乱剪就不会有。这不才修过吗？这边这个应该不痛吧？嗯，不痛。嗯，好的。没事，放松点。都修好了，这边你还疼啊？这边这个不严重的，嗯，但这个严重。嗯，这边疼不疼呢？这里面是块皮，不是块指甲。皮也会有感觉。对，皮太硬了，懂吗？我怎么顶着，不耐受。你眼睛多少度了？400多度。多少岁了？我从3年级开始戴的，但是度数一直都没长。哇，那还可。我现在搞乙。给。能控制它就行。